就是喝这个面让它平了。就是下层模具要放个二十五的，这个地方放个那个管儿。完了之后呢，短一点，短一点放在这儿去，让它这个地方平了，让它，要不然它出来这个花不平。这个时候，再让它那个启动。第一层弯完以后，直接放下去，直接放下去以后，再才启动开关，再去启动。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啊。